磐石山文化遗址，我国东南地区最典型的新石器文化遗存之一，距今约5000年。中华第一灯，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4-5千年。看我身后的两尊雕塑，都是用现代的技术还原福建最早的人的模样。你们看，我跟他长得像吗？对。哎，孔老师，他们的身材不太高。是的。也就比磊磊高一点。当时磐石山的人比北方的人身高要矮，而结节饱满。颧骨、眉骨突出，有明显的凸嘴，嘴唇厚，然后皮肤深，具有本省原始人种特质。还有其他证据表明，磐石山人有可能是日本人的祖先。等等，到展厅看看。那我们快进展厅吧。大家看这个东西。它是磐石山博物馆镇馆之宝之一，它叫塔式壶。它的出土在我国文物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现在请磐石山博物馆的黄老师为大家做解释。大家好，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器物呢叫做陶塔式壶，出土的时候呢是放置在墓主人的头顶位置。那当时大家从专业角度出发，根据它的造型将它称之为塔式壶。那至于它的功能的用途呢，专家们有各种各样的猜测。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的一天，咱们磐石山遗址博物馆呢迎来了一位日本客人。那后来才知道呢，这位日本客人呢是日本庆应大学的名誉教授，也是著名的海洋文化研究专家江坂辉弥。江坂辉弥说，这种陶器在日本长野县出土了有10多件，出土时呢里边还残存有烧剩的灯芯草和烟灰，因此呢把这种器物呢称为灯。所以咱们磐石山遗址博物馆当中的陶塔式壶呢命名也来源于此，就称作为东方神灯。哎，孔老师，我发现有一个问题啊。我们说磐石山遗址它不是在海边吗？可是我们一路走来我没有看到海啊。在山海经这本书写的米在海中，说明当时的地貌和现在的地貌不一样。那这里的地貌以前是海边，由于地壳各个方面的原因，现在的入海口已经移到东南80公里之外，现在的入海口。磐石山的磐是海边岩石的意思，说明说这里以前就是海边。福州曾经是一片海吗？科学家指出，在远古时候，中国东部沿海受过3次海浸，第3次海浸大约在5-6千年前达到高峰。海浸期间，福州是一个大海湾，海水直达北峰山麓，露出水面的只有那些较高的山峰，比如现在的平山、巫山、虞山等等。闽江入海口则上溯至白沙、甘蔗一带。汉代的时候，福州城还是一个半岛。有史书记载，汉代海船开到福州必须在环珠门外停泊，这环珠门在我们今天的咸南路，也就是东街口附近。直到宋朝时期，双航附近还都是闽江的水域。福州今天的地名中，很多地方虽然已经是陆地，却仍以州、渝、浦、湖来命名，比如邦州、鳌峰州、林浦、羊头口、前屿、湖前等等。
谭石山所在的闽后甘蔗，相传古时候这里以盛产柑橘和甘蔗而闻名，简称为甘州和蔗州，合称甘蔗，谐音为甘蔗，这些都呼应着《山海经》里闽在海中的说法。哎呀，这里的瓶瓶罐罐太多了，他们是怎么造出来的呢？当时唐十三人有了自己的窑，要制作陶器就需要中间快速转动的陶轮，有了陶轮，瓷器制作就非常的精美，可见当时的手工业水平已经非常高了。哇，这是陶罐是做什么用的？这可不是一般的陶罐，是唐十三人祖宗西医的用具，叫陶釜，就是现在砂锅的前身。哇，怎么有这么多的砂锅呀？他们做饭用得着这么多的陶罐吗？这与当时唐十三人的饮食生活习惯有关。谭石山先民为什么要用到这么多的陶釜？5000年前，谭石山一带是闽江入海口，淡水与海水在这里交汇，因此谭石山人不但吃海鲜，还会抓河鲜。根据出土陶釜的样式，当时谭石山人做饭的方式应该就用这些古代砂锅熬炖，也就是嗦汤。现在的福州人都知道，河鲜海鲜是不能混在一起熬汤的，要分门别类的烹饪，才能保证不串味儿。当时的先民应该已经意识到了这个小窍门，才分别准备了这么多陶釜来烹饪不同的美食。我刚来福州的时候啊，我非常好奇，福州人怎么这么能喝汤啊？原来啊，是5000年前就养成的习惯啊。哇，真是没想到啊！唐十三和海洋的连结还有很多，我带你们去看其他的几样东西。咦，孔老师，这里怎么有这么多贝壳呢？这其实就是唐十三文化的特点。你们看，唐十三不大，高20几米，几乎都是贝壳堆出来的。福州人喜欢吃贝类的习惯，这是有传统的。福州人有一句谚语叫做团喵喵写嘎睡面哦写蝶，讲的就是夏天的时候喜欢吃花蛤，冬天的时候喜欢吃海蛎。这个谚语可能就是唐十三文化那个时候流传到今天。唐十三人为什么爱吃贝壳类食物？时间回到5000年前，当时谭石山还处在闽江与海洋的交汇处。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在生产力低下的远古时代，淘海是谭石山人的主要生计之一。他们捕鱼捞虾，拾取罗棒、河蚬，采集牡蛎。遗址中厚厚的贝壳堆积层是先民们靠海生活的例证。你们看看这是什么东西？看着像打猎的工具。没错，这些石足呢就是当时的重要的狩猎工具。唐十三当时在这个地方呢是丛林茂密的，所以有很多大型的哺乳动物出没，比如像野猪、犀牛、梅花鹿等。而这些石器的出现呢，说明他们当时的这个狩猎能力也有一定的提高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呢，就是唐十三文化时期所出土的陶制的这个捕捞工具，它的名字呢叫做陶网坠。它使用的时候呢是绑在渔网的四周，使它增加重量，下沉用来捕鱼用的，捕获山水里面的鱼虾等等。哎，这是贝壳吧？没错，这是我们唐山海洋性文化特有的产物，其中呢横的是贝刀，竖的是贝铲。贝铲呢是用来挖掘滩涂里面的贝类，而贝刀呢是用来切割使用的。但在唐山文化遗址当中呢，出土了非常多石锏、石镰、这个贝刀和贝铲等等，
它们都是一些生产工具。那更有意思的是呢，在台湾岛也出现了很多类似的工具。磐石山先民到过台湾吗？磐石山文化具有鲜明的海洋文化特色，在那时海峡两岸的先民冲破惊涛骇浪的险阻往来交流，逐渐形成了相似的生产形态和生活习俗。经专家考证，磐石山中层文化与台湾高雄的凤鼻头第三四期贝丘文化有着不少相似之处，其中彩陶、石奔和拔牙习俗十分接近，这表明当时闽台两地居民已经有了密切的往来和联系，证明了磐石山文化与台湾史前文化十分相似。这也证明了福建与台湾自古以来一衣带水的密切关系。孔老师，我有一个问题，他们是怎么渡海的呢？按照当时的技术水平，当然只有独木舟了。这也太不容易了吧，独木舟。你要说磐石山人到过台湾我还能理解，毕竟隔着一条海峡。嗯，可是要说他们到过日本那么远，这也太难了吧。古代人的远距离迁徙能力不是我们现代人所能想象的。其实很多研究发现，磐石山还是南岛语族文化的重要来源之一。什么是南岛语族呢？在世界范围内存在一群特殊的族群，叫南岛语族群。而目前国际大多数权威都认为，南岛语族群有着共同的海洋文化。南岛语系是世界上唯一主要分布在海岛上的语系，也是世界分布面积最广的语系之一。从南岛语族的地理分布图中，我们不难看出，南岛语族在世界上的分布面积广泛，西起于印度洋的马达加斯加，东到太平洋的复活节岛，人口数量约2.7亿。真是没想到。嗯，我到现在还是想不通，你说我们现在的人想要去太平洋的岛屿上去坐大轮船都感觉费劲儿呢，这磐石山人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呢？我觉得磐石山的先民靠着强大的征服大海的勇气与志向，驾驶着独木舟创造着一个又一个的奇迹。在太平洋有一个法国属地波利尼西亚群岛，大溪地就是其中一个最大的岛屿。哇，大溪地我出过，很美呀。没错，这是很有名的旅游胜地。法国有一个著名的印象派画家高更，他就很钟爱大溪地。1898年，他在大溪地完成的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幅作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什么，我们往哪里去。哎，这不就是著名的哲学三问吗？这幅画的名字啊也很有意思。这三个问题听起来很简单，也是大溪地居民经常思考的问题，他们的根在哪里。终于在2010年，有6位大溪地的勇士沿着祖先的足迹，从太平洋彼岸开始的寻根之旅。他们的旅行第一目的地就是我们福州。寻根之旅的交通工具是什么？2010年7月26日，6位南岛语族的后代乘坐一艘重1.5吨、长15米、宽7米的独木舟，从大溪地起航，希望沿着当年的大迁移路线回到波利尼西亚人最初的发源地中国福建东南沿海。整个航程达1.6万公里，这艘独木舟没有任何现代化设施，只能依靠人力航行。6位勇士按照最传统的方法，借助星象、季风和洋流，花了将近4个月时间飘过库克群岛、
斐济、菲律宾在内的十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域，终于在当年11月19日那天顺利在福州登陆。孔老师，那这几位勇士有没有到谭氏山来呢？寻根之旅嘛，一定要来的。南岛语族的后人来到了谭氏山遗址之后呢，非常的兴奋，他们所见到的石崩、石歌、石叉等物品都非常熟悉。现在波利尼西亚群岛还常见，虽然现在还不能下这个结论，南岛语族是从福建迁移来的，但现在的研究越来越倾向于这种说法。目前国际学术界普遍观点是，距今大约5000年前居住在中国大陆东南沿海的先民开始驾舟出海，逐浪而徙，第一站抵达台湾登岛而居，之后继续向东向南迁徙，将文明的火种撒向广袤的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区。谭氏山作为南岛语族的发祥地之一，也深深地把海洋文化的基因烙印到了福州人的血液当中。晚唐五代，王审知开辟甘棠港，让福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门户。明代郑和七下西洋的舟师，以福州长乐太平港为补给基地，四风开洋。至清代，福州成为中国五口通商口岸之一，各国商贾云集于此，书写了闽都海商文化最为繁荣的一段传奇。今天的福州，城市框架向海拓展，产业发展活力迸发，山水城市特色凸显，闽都文化魅力绽放，正朝着现代化国际城市的目标加速迈进。